老铁们大家好，我是天星啊，进来了给天星戳个红心，点个免费关注。就是咱家老铁的话一直在纠结这个配置的问题。配置的话主要是咱们皮筋的厚度，然后锥度，你所使用的珠子的大小，但是长度同样非常关键。只有你通过调整你配置的长度，找到适合你的长度，也就是说我们前手推弓，后手定位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皮筋能够再向后面再拉10公分左右，你感觉到皮筋极限拉不动，然后的话这种拉杆的话才让你容易更好的控制。老铁们你自己去试一下，去体会一下，应该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获。放弃